Hello， 百度的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我是张艺兴。每次跟粉丝在一起唱歌，然后他们一起挥舞荧光棒，然后我在舞台上演出的时候，都是难忘的瞬间。然后做了哪些准备？做了很多准备，有准备钢琴，准备编曲，准备音乐，准备服装，准备整个舞台的设计稿，准备所有的所有都做准备。我泰语其实不是太好。对，我泰语不是太好，但希望以后有机会能够多学各种国家的语言。对，我觉得努力会有一个努力的结果，跟不努力肯定是不一样的。至于努力多少，我也不知道。我希望我的实力是你们的底气，我会更加努力，给大家带来更加好的作品，让你们的家人说出你们喜欢的人是张欣。今天是一个特别的日子，因为我的新版百度百科上线了。想要更了解我吗？快来百度 APP 查看我的词条吧。